热爱生活，人人有责，生活导报为您服务。大家好，我是大宝。今天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昨天我省新增两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其中沈阳市报告一例，营口市报告一例，新增8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其中沈阳市报告2例，丹东市报告6例，营口市报告77例。昨天营口市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77例，其中的5名呢都是来自于同一所学校。疫情防控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啊积极的配合，但是总有那些啊叫人不省心的啊，这个总是给疫情添乱。昨天呢，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妨害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刑事案件，被告人韩某犯袭警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要说了这事儿呢，还得从去年说起。2021年的11月17号的中午，在瓦房店市五一路义勇小学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点，被告人韩某2次穿过警戒带来插队，被现场的执勤民警发现并且制止之后，韩某是不断的用手去推搡民警，还用拳头殴打民警上身和头面部，构成了袭警罪。下边要说这事儿啊，其实让人啊手心都出汗。今天早上8点多，西藏航空 TV9833 航班在执行重庆飞林芝客运任务的时候，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时偏出了跑道，航空器机头左侧起火，当地机场迅速启动了应急救援措施，对机上乘客和飞机进行了救援。据最新的消息呢，现场的火焰啊火势已经被扑灭了。据了解，当时飞机上有113名旅客和9名的机组成员，都已经全部的安全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呢，有36人擦伤扭伤，已经及时的送到了当地医院检查。目前重庆机场一条跑道关闭，其他2条跑道正常运行。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重庆监管局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并且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处置。大伙儿啊都知道，在路上的设施啊其实都是有产权的，咱比方说路边的那个绿化带啊，或者是马路旁的路灯等等，要是说有人开车把他们给撞倒了，那分分钟就会有人过来跟你要索赔。可要是情况倒过来啊，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比如说路人或者车被砸到了，这个时候你想要找到产权方来出面赔钱，那可能会比较难。各个单位呢都会说啊不归我们管啊，基本上这个产权其实也是扯不清关系。咱们沈阳的小童啊最近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事儿，路灯莫名的就掉下来了，咣当一声啊把自己的爱车给砸了，现在啊可把他给愁坏了。车在这个位置，就现在这个位置，离它稍微往前点吧，要不就砸这个风挡上了嘛。离它往前点，就这个位置。完，路灯掉下来就弹这了，从车上砸完之后掉下来弹到这位置，这块全是碎渣。我宁可停哪被罚100块钱，我也不能往这停啊。小童说自己啊点子太背了，就停车买点东西这功夫啊，车就被砸成这样了。我过来一看，那个路灯被风刮掉了，给我车砸了。好了，我看一地碎渣子。事发那天是5月10号，他到沈阳的赛特奥莱去买东西，当时呢就把自己啊刚买1年多的雅阁车给停边上了。是哪块的路灯掉下来把车砸了？哪个路灯啊？这块就这个路灯，这个灯上边这路灯，这应该被树挡了呢。树杈也砸折了嘛，这不都有折印吗？树杈也给砸折了，完了弹到我车上，给我车砸的。小童讲话了，我对自己车那是相当爱护啊，我特意给车贴了个车衣，谁能想到竟然碰到这种事儿啊。
这个路灯呢，就是当时砸到童先生车辆的路灯。我在现场呢，也是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路灯上边的两个灯头，无论是照在人行道上的灯头，还是照在右边车行通道上的灯头呢，都不在上边了。那么我们在这个路边的马路上也可以看到啊，现场还是有很多这个路灯掉下来时砸掉的树枝，还有这个灯头砸到地上的这个碎玻璃，还都在现场。这一个大坑啊，那边你看右眼睛可见的就是两三个，这块这不也有吗？我这块这是树杈仁砸的，那尖儿那块后边有个铁尖儿，砸这地方上了，给这地方砸漏了。虽说当天的风啊不算小，可这好歹啊是个路灯啊，这有点太弱不禁风了吧？哪能说风一吹就给吹下来了呢？这个灯大概得有30几斤沉，这是砸我车上了。如果要是砸到人上了，我感觉这个后果不堪设想。我手里拿的呢是一个派出所给开具的接报案回执，回执上面写的是车牌号为辽 A5622X 的本田车被路灯砸坏。报警，我单位已接到。这倒霉不要紧，车坏修车呗。可是接下来这事儿啊，他感觉是倒霉的妈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了。昨天晚上我也没找，我一直在这等着了。我在观察这路灯，这路灯到晚上都亮。现在我找不着这个归谁管呢？那个路灯属于咱们那个浑南城建局吗？不属于。那它是哪儿的呀？那个这个具体施工我不太清楚，但是不是属于浑南城建局。这应该是他们房产商自己修的道，然后自己安的灯。那么现在记者呢也是在现场看了一圈这个路灯，路灯上并没有明确的写明这个路灯的物权方是谁，只有上边有一个广告牌，是赛特奥莱的广告牌。因为他是我的客人，你看这客人吧，他停的位置不是我们的停车场范围。你我也不想那个麻烦了，我太累了，我上班最近太累了。你们要能给我修，我也就认了。我都说了，我的诉求就是车修好了。您这样，我只能这样跟您承诺，就是因为这个事，首先从这个您的车被砸的范围到这个设施，首先都不是我们的，我们不是责任方。然后呢，但是呢，是因为您是冲着我们沈阳赛特奥莱来的，是我的客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想尝试一下。跟我们的保险公司来沟通能不能超额服务，如果能够超额服务，我们无条件配合你。他那个路灯杆所属的应该是谁管呢？是那个当地的开发商。我们是只是买它的一期，我们买的只有楼体，二期是地块。地块呢，你那个地块是在我们红线范围，我们买地的红线范围以外，那块我们动都不行。城建部门和商场都说惹祸的路灯啊是旁边楼盘的，咱们为了搞清楚路灯的归属，记者联系了这家楼盘的客服。他们说是你的，你能拿出来证明，说的证明这灯不是你们的吗？不是你们建的吗？这个相关的证明是没有的，但是这边的话路灯确实不是地产这边的。得，现在是找了三家单位，都说这路灯跟自己没关系，可你说这么大个路灯立在这儿啊，咋就找不着主了呢？小童啊急得直转圈，咋的呢？感情我得自个儿平白无故的掏几千块钱来修车呗。他正憋气呢，赛特奥莱的商场啊来了好消息。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我们那个办公室了啊，他愿意去就是替我们承担这块，但是他这块吧，他有个不计免赔，这个不计免赔这部分呢我们不能给你承担，所以说这个额度呢跟他最后给就是跟您的这四 S 店认定那个额度可能会有中间有一个10%的一个差额。这样的结果对于小松来说啊很高兴很满意，他只能是认倒霉啊，自己来出钱补差额。小童认赔啊真是无可奈何啊，一个两个三个啊那都不是路灯的主人，你说那么大个儿一路灯怎么就没了主呢？好在经过了 4S 店定损以后，修车大概费用是2000多块钱，他自己呢只需要拿出500块钱左右。但是对于小童来说啊，这500块钱花的呀还真是挺冤的。辽视生活频道高清播出上线了，5月11日早5点起，全省有线电视用户只要打开高清机顶盒搜索，即可收看高清版的生活频道。
更清晰的画质，更宽广的视野，更流畅的视听体验。生活频道只为更好服务。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从全国十多个省市精心筛选出十多种纯天然草本原材，历经无数次试验，最终确定科学配比组方。决明子，大麦、甘草、陈皮、桑叶、牛蒡根、菊花、枸杞、金银花、桂花、山楂，十一味草本珍品，科学配比，古法炮制，精华满满，吸收更好。每天一小袋泡泡茶，茶香浓郁，滋味纯正，豪华大组方，越喝越健康。喝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心平眼亮，神清气爽。喝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肠胃舒服，轻松排便。喝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腿脚有劲儿，身体倍儿棒。喝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呀，高能降，亏能补，白天有精神，晚上睡得香，好喝更营养，谁喝谁健康。喝好茶，保健康，老年福。我在喝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降价降价，一降到底。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为让老百姓都能喝上这么名贵的茶，原价298元五大包，现在为了打品牌做宣传，五大包150小袋仅需99元，五大包一组。等等，还没完，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进入我们前100名，您买五大包我们再送五大包，99元10大包，整整300小袋带回家。对，您没有听错，99元10大包，300小袋带回家，每袋只要几毛钱，足足可以喝上1年。我们郑重承诺，免费试喝2大包，不好喝退，买贵了退，没有效果退，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热爱生活，人人有责，生活导报为您服务。这小招贴啊，一直啊都是被我们调侃为城市的牛皮癣，久治不愈。但是随着咱们执法部门的打击，现在呢，这个很多墙体橱窗上的非法小广告已经是不多见了。但是这个所谓的牛皮癣啊，它还真有点顽固，墙上不长，把这个共享单车当成了新宿主了，哎，到那儿去生根发芽了。而且电话呢还变成了二维码了。针对这样的问题，沈阳市执法局的同志们啊，研发出了一个专项疗法。今儿啊，咱们就和老朱大哥一块儿去看看。生活导报来服务，老朱现场来帮忙。打击非法小广告啊，是我们行政执法工作当中一项重要的工作。今天呢，我们就在沈阳市市府广场这儿，联合咱们共享单车的车企，一同呢对小广告咱们调查取证，同时呢，对非法广告予以清理。您看这儿啊，车基本是摆放的挺整齐，而且呢，这边应该是都清理完的。这边现在呢，咱们这个车企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这种共享单车、啊、上面的小广告进行清理。您看这拿着小工具，那个来，我问一下，那个咱们这个大概怎么个清理方法啊？咱们现在是有固定人员值守，每天早上7点，像咱那种热点，我们小队人员就会在这个地方开始清理广告了啊。然后我们配备正常的这种除胶剂、清洁剂啊，然后小广告这种一喷它就下来了啊。这么一整就下来了。对对对，然后清理广告之后，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小塑料袋，把这广告都装到塑料袋里，别掉到地上。这家还行，还挺文明。这个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咱们市府啊共享单车的清理点位，同时呢，我们全市啊这些共享单车的点位都在开展清理小广告和取证的过程。现场呢，我们见到咱们市执法局啊负责专项整治广告的郭进同志，郭进同志，咱们对于这种小广告，咱们下一步怎么有什么打算没有？
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然后我们对这些路面和橱窗和墙体的这个小招贴，整治已经差不多了。然后他们现在这个贴小招贴的已经往这个，共享单车上进行这个粘贴。我们下一步加大整治力度，然后整治这些共享单车上小招贴，给市民一个更好的出行环境。行，我告诉你，这个县长呢，我们还联系到了咱们车企的夫人。你好。你好，大哥。您是哪家的？我是哈楼的。啊，那你哈楼啊。咱得让这小广告不哈楼，听了没？嗯。咱们现在这个清理工作做得怎么样？我们哈楼的路面工作人员啊，一直在清理车体的小广告，但是这边呢赶着清，那边赶着贴。嗯。这样的，来，郭靖同志，这是我们市局啊专项负责小广告同志，您俩一会儿留个联系方式。嗯。以后你这边一旦清理，你就联系咱们工作人员，到现场之后咱们调查取证。然后一经查实，咱们就予以行政处罚，予以封号停机，啊，好，这样的话呢，我想啊，这个打击力度就上来了。好，有句老话叫“治病不治癣，治癣准丢脸”。但是啊，咱们执法局的同志他就不信这个邪，哎，就有决心要把这类城市牛皮癣给他彻底的治理干净。所以呢，联合了相关部门一起啊，联动加大治理的力度。把他们一扫光。其实车企他也挺无辜的，专门还得组织专项小队统一清理，但是光清理啊，他只能属于那种被动防守。这回呢，和咱们的执法部门一起配合，变被动为主动，哎，发挥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一起啊打击牛皮癣小招贴。俗话说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每年一到开春这会儿啊，城市管理部门就会开始各种的综合整治了。现在呢，不光是执法局放了大招了，交通治理部门也是开始行动了。这不，天一暖和，这马路上啊骑电动车的人就多了，但还有一些电动这个车的车主啊，不按规定办理登记上牌或者是临时的通行标识啊，骑那种无牌车上路，带来了很多的安全隐患啊。谁要这样婶儿的，我跟你讲，那指定不好使。所以说呢，在这儿啊，给大伙儿一个提示：您家如果有电动车的伙伴，如果您是合标电动自行车，赶紧啊办理一下登记上牌。如果您是超标或者是手续丢失的，而且是在用的电动自行车，咱们沈阳交警呢设置了容缺机制，划定通行过渡期到2024年的12月31号。到时候呢，免费发放这个过渡期的临时通行标识，没有办理啊，或者是没有悬挂临时通行标识的，将会禁止上路通行。去办理，哎，车主呢，您得记住了啊，一定要带好自身的信用作为一个承诺，保证车辆啊它是来历合法的，要填写车辆来历合法承诺书以及告知书，并且提交您的居民身份证。平时我们看到很多的消防队员救援的现场啊，一般呢不是说人出了意外，就是这个物啊出了险情了。但是在5月11号这一大早啊，在大连滨海路燕窝岭的附近，一头梅花鹿掉进了岩石的缝隙当中，哎呀，四蹄朝天的，被结结实实的就给卡在那个石头缝里了，没办法脱困。这个造型啊，把久经战阵救援过程啊，这头两岁的公鹿总算是脱险了。这小鹿呢，除了有皮外伤啊，其他并无大碍。虽然说这梅花鹿它走啊不走寻常路，但是它也不能说，哎，往这个石头缝里掉，而且这大小还刚刚好，整的吧就像那个缝啊给它量身定做似的。今天呢，跟大伙儿分享一个网络热词，叫基建狂魔。中国的基建和制造业突飞猛进，因此呢，被很多网友赋予了基建狂魔这样的一个称号啊。这回基建狂魔把目光啊对准了新疆，
在沙漠上要修路，数十台的推土机同时作业，沙丘推平变路机，黄沙飞舞的现场还真有那么几分魔力。咱说看完这个画面，这个施工的现场确实很壮观，但是话说回来，哪有那么多魔呀，是不是？那都是咱们朴实而善良的劳动者，修好路那才一定富啊。下面发生在公交车上的一幕也是相当的暖心。5月9号啊，在浙江136路公交车上，哎，就发生了暖心的一幕。当时呢，一名女孩在公交车上是突然昏迷了，孩子妈妈当场就慌了啊，这不停地呼喊，但是女孩一直没有反应。就在这个时候，公交车的驾驶员小汤大喊一声，告诉车上的其他乘客，接下来咱们不停靠站台了啊，要直接把孩子送进医院。各位乘客请带好随身物品。公交车秒变救护车，司机小汤啊，在保证了安全的前提之下，仅用15分钟就将母女二人给送到了医院。咱不光啊要给小汤这种临危不乱的举动点个赞，而且还要为当时坐在车上的其他乘客也点上一个大大的赞。没有大家的配合，这母女俩呢也不能顺利的快速的到达医院。这几天河北高邑县的杨女士啊，打算给自己这个电动车啊上牌照。按要求呢，是先交申请资料，系统会显示分配给她的这个车牌号。哎呀，老好了，居然是啥呢？居然是 EAJ1666，一看尾号4个6，哎呀，杨女士可是高兴坏了。然而到了正式装牌照的日子，这杨女士却发现自己的靓号车牌竟然是不翼而飞了。4月初，那个时候大队员大老板还叫说，这所有的电车都去上牌挂那个牌子那预约的，俺都骑个这推上这车去，到那儿又拍了照，预约了，预约好多以后来是吧，也是预约成功了。系统显示杨素缺的电动车车牌号是 GAJ16666，看到自己竟然预约到一个靓号，杨素缺非常高兴。一个月后，村里通知预约成功的车主去村委会安装正式牌照，杨素缺满心欢喜地去安装，结果却发现自己的车牌不翼而飞了。他说什么？他说没有上号牌，没压在这个车里牌。我想这个50的那尾箱已经打出来我的号码了，为什么没压我这个号？不可能。明明预约成功，结果安装的时候号牌却消失不见了，这让杨素缺无法理解。而接下来村干部的一句话更让杨素缺气不打一处来。他跟我说给打电话问问，说去看看给找找，他说了这个后头以后呢，我又问他们，他们说也说了，你把这个号注销了吧，没这个号。我怎么想这个事儿，不可能没有这个号，我已经申请成功了，你让我再说这个牌子没有了，你给我补办个牌子，我挂的还是我这个牌子，还是我的名，你让我注销了吧，我为什么注销呀？别人也都正常的挂上牌了，就是俺这个号是1个1 4个6，就这个号就没有，唯独这个号他不装。
那可整呗。这个号涉及到我嘞，不是说号牌这个号好累给咱一没多大的关系，对吧？我是说这个号是俺的，以后发生什么事了，别人用俺这个号了，发生什么事了，这后果还是俺的。这一个车一个证都管了俺的问题嘞，俺是考虑这事嘞。那么杨素缺的车牌到底去哪儿了？是意外丢失还是被人故意扣留了？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带着这些问题，关注记者找到了前哨营村当时负责领取和发放车牌照的村委会会计了解情况。我直接从这拉过来搞办公室来的，知道吗？一挂牌一查，我这不是那个他那申请那个牌啊，就是过后我给上头打电话，我说看这个牌，要不就免这个牌也。就没有这个牌啊？也上头我说免生产这个牌。真的像村会计所说的，压根儿就没有杨素缺的牌照吗？为了弄清楚杨素缺的这张车牌是否真实存在，关注记者来到了高邑县交警大队。这个像这种情况，系统给派发的牌子是一定存在的吧？首先它是存在的吧？这个还是这应该是存在的，应该是存在的，应该是因为是系统派发的。俺们都是按规定，是定了号牌以后了，就是由出库入库这。在高邑县车辆管理所车牌发放台账上，关注记者看到整个号段从 GAJ16601 到 GAJ16700 这些牌照都已经被村里负责人领走，也就是说杨素缺的这张牌照确实存在，而且已经被村里领走。那么杨素缺的号牌究竟在哪儿？冒用人是否构成犯罪呢？你看这盗用跟那个机动车是一样的，就是涉嫌非机动车套牌。对，那就是套牌或者是什么，也是违法行为，是吧？有意思吧？哎，问负责发放号牌的村干部，说领的时候就没你这号牌啊。哎，你问交警队呢，人说车牌确实是在杨女士的名下。你要问车管所，人说了早就按照规定给发下去了。就这样，一块小小的车牌，就因为它上面有46的尾号，居然找不着了。好好的喜事啊，这下还成烦恼了。既然咱们抽中了啊，就该赶紧的给人找着，是不是？不行，咱们就找相关的部门赶紧去投诉吧。天气越来越好了，人们呢心情就舒畅了，胃口也大开了，吃点啥呢？咱们东北不是有句话吗？没有一顿烧烤搞不定的，实在不行咱搞两顿。但是要想吃好吃的，首先你这牙口得好，牙要是有了问题啊，那想吃吃不了，你只有干着急的份儿。缺牙的朋友吃不好睡不好，哎，有时候唠嗑呢吐字还不清楚，而且显老啊，这可咋整啊？生活导报的观众朋友您听好了，咱们就去沈阳康贝佳口腔种植牙，吃得香睡得甜，你的青年不会老。本栏目呢联合了沈阳康贝佳口腔发起了半价种好牙的活动，种牙申领专项补贴，欧美种植体最高省一半，名医亲诊种牙放心还不遭罪，口腔问题您赶紧解决，拨打电话3121-3333来报名参与，就说是咱们生活导报的观众，拍片检查不要钱。辽视生活频道高清播出上线了，5月11日早5点起，全省有线电视用户只要打开高清机顶盒搜索，即可收看高清版的生活频道。更清晰的画质，更宽广的视野，更流畅的视听体验。生活频道只为更好服务。农村消防安全提示：遇到着火快撤离，勿恋财物逃生急，防身屋后勿堆柴，防止大火进屋来。油锅起火咋处理？盖上锅盖火自熄。煤气泄漏莫慌张，关阀开窗风过堂，电器不可超负荷，周边杂物堆不得。烧火做饭要注意，柴草与灶有距离。睡前外出要谨记，熄火断电关煤气。
春耕秋收庄稼地，千万不能丢烟蒂。风干物燥尽烧荒，火烧连营则难扛。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从全国十多个省市精心筛选出十多种纯天然草本原材，历经无数次试验，最终确定科学配比组方。决明子、大麦、甘草、陈皮、桑叶、牛蒡根、菊花、枸杞、金银花、桂花、山楂，十一味草本珍品，科学配比，古法炮制，精华满满，吸收更好。每天一小袋泡泡茶，茶香浓郁，滋味纯正，豪华大组方，越喝越健康。喝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心平眼亮，神清气爽。喝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肠胃舒服，轻松排便。喝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腿脚有劲儿，身体倍儿棒。喝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呀，高能降，亏能补，白天有精神，晚上睡得香，好喝更营养，谁喝谁健康。喝好茶，保健康，老年福。我在喝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降价降价一降到底，养生堂菊花决明子茶为让老百姓都能喝上这么名贵的茶，原价298元五大包，现在为了打品牌做宣传，五大包150小袋仅需99元，五大包一组。等等，还没完，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进入我们前100名，您买五大包我们再送五大包，99元10大包，整整300小袋带回家。对，您没有听错，99元10大包，300小袋带回家，每袋只要几毛钱，足足可以喝上1年。我们郑重承诺，免费试喝2大包，不好喝退，买贵了退，没有效果退，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热爱生活，人人有责。生活导报为您服务。这很多朋友啊，特别爱喝那饮料啊，叫快乐水，还有叫小甜水的。但如果你要是真把饮料当成水喝，那可是一件要命的事儿啊。最近呢，江苏的王先生就因为每天喝大量的饮料，引发了酮症酸中毒啊，差点都把自个儿的小命给喝没了。各位您猜一猜，他一天得喝多少饮料？20瓶。听到这儿啊，医生都震惊了。差不多听明白没啊？那个含糖的饮料啊，咱们呢一定得控制量啊。实在要馋，你实在想喝，每天最多1杯。无糖的饮料现在也很多，